再念及旧日际遇，餐厅那顾客太经典，当坐下了便粗口声满片，然后便要求见面，和店长倾一遍，接着发展的一切应该都有片。随后第二日再对面，当走近店铺已经天，感觉就似是店内正开展，听对话中看不到实情，仍在脑里猜想一片，似是有客户不停退换数片，挥洒千金竟是想公开作秀，谁理会场合太乱了，也会不肯半秒等候，顾客永远是对的，成发疯的理由，制造问题与后顾之忧，言辞若有理据缘由，而含义即使都难受，你即管去说，对象也极难幻想，无奈大半亦有虚构，只想要谁人等内疚，可想到最后结果，谁因此要走，唯求着发泄了情愁，而无视身边的时候，也都总会有从态度对峙争吵，让道歉都难被接受，争执到全城都批斗，打工的压力太多，谁都总有火，每个亦会有。再默默地接受，只想要免去了分忧，这客户却再继续说诅咒，总制造了创伤与恨仇，唯愿到某天终想透，兑换了身份之时你便悔疚，挥洒千金竟是想公开作秀，谁理会场合太乱了，也会不肯半秒等候，顾客永远是对的，成发疯的理由，制造问题与后顾之忧，言辞若有理据缘由，而含义即使都难受，你即管去说，对象也极难幻想，无奈大半亦有虚构，只想要谁人敢内疚，可想到最后结果，谁因此要走，唯求着发泄了情愁，而无视身边的时候，也都总会有从吵，让道歉都难被接受，争执到全城都批斗，打工的压力太多，谁都总有火，每个亦会有。有大半虚构，一心要谁人敢内疚，可想到要是过火，谁真的要走，无情地去发泄情愁，而无视他多么难受，仿佛消费了你就有
做恶果，回不到最初，过了又再有。Have you ever heard the expression,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?